起班鸠琴自弹自唱。这位爷爷叫恰拉曼达，他因为这首歌成为抖音网红。Actually, like Chalamanda's music, because if you can sit down and listen to his music, you can actually get points in it that life helping, you know. 今年92岁的恰拉曼达，2000年以女儿的名字制作歌曲《Lini》，去年跟歌手合作录制混音版，上线后在网路掀起风潮，抖音的点击率超过8000万。那你们看我三个成绩不？我的三个成绩不？안타막하고나온소단오상가不少粉丝发起抖音挑战翻唱这首歌，甚至引起总统注意，邀请恰拉曼达共进晚餐。만디자나마쇼마가인바일본선디가마인바파마상가라나도누가마비나관비린恰拉曼达打铁趁热，跟同一位歌手合作，重新混音其他脍炙人口的歌曲，希望为粉丝带来更多欢乐。台新闻刘觉宜编译。